你好，我们是全捷科技，我是高金海，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Intel Fortran 的 Command Line， 在 DOS 模式下执行编译。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快速的编译，所以请开启 IA32J。那现在就是在 DOS 模式之下，那我们跑到我们的程式里面的档案夹，在 Sample， 那我们打一个 iFort。IFORD， 那我们程式的名字，我们是 hello.l9， 那这样弄下去之后，那 compile 成功，那就自己就自动产生点 exe 档，那当然我们就再执行它。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式，就是 say hi 而已，那再执行的就执行了 hi， 那就结束了。